also Japanese language C. I enjoy work with him also C. In Japanese? Yeah. It's a little too long, I'm sorry. Sorry, Chow what? Chow Shoku means breakfast. Chow Chow? Chow Shoku. Chow Shoku? Oh. Oh? What? Chow Shoku, enjoy してます. Ah, Chow Shoku. Chow Shoku. Chow Shoku. Oh, enjoy してます. Enjoy, いい什么意思? Yeah. いい什么意思? 再问了。哎呀，天山人们好啊。现在9月24号，文贵是跟大家乱聊乱聊乱聊啊，今天早播啊，早餐啊，今天是由我日本的厨师啊，这个做的日本的早餐啊，在早每次吃饭前我都要啊这个配一下啊，哎，这会儿转的看不清楚啊，不行，这个大来说不行，给我拿小的这个看一下。中不中，战友们能看清楚不？咱今天完全乱聊啊，战友们啊，完全乱聊啊！大家千万千万记住啊，可别浪费时间。今天一点点料都没有啊，没料没料，就战友们要给我这个说，一定要看到我有点小视频啊，光是语音也不行啊，还得有视频，那中吗？啊？所以说战友们千千万万千千万万别耽误你们时间，我在这块儿下次们喝了啊，我这块儿不行的信号，因为我们把这个屋的信号给屏蔽掉了，所以这屋信号不是很好。看那行吧，这样我今天这是新西装新裤子啊，新衬衣的新的啊，我得保护好。我昨天在公司穿的新西装也是全新的啊，昨天的直播也是全新的，然后呢直播完我吃饭，我穿着这个围裙吃的饭啊，嗯，咖啡。战友们看的感觉如何呀？我在看看战友的反应啊。我要开吃了啊！第一道菜，这是日本做的啊，豆腐啊，还有这个菌菇，嗯，好吃啊，实在是好吃啊！日本人做的细啊。嗯，不错。真的不错。这是日本的这个吃的豆制品啊，你看。特别好吃这个。嗯。还有一些蕨菜、酸豆，特别好吃。嗯，这脸太黑了。幸亏你吃饱了，战友维吾尔人啊，胡小宝、文记、文喜、青青小百合，对了，这是纳豆，纳豆 ，the half Japanese friend， 小百合咋说纳豆啊？日本话我都不会说，哎，你往上抬一抬，抬一点点，有点太低了，抬一点点，稍微往我这靠近一点点。对呀，啊，再往这一点点，好，好，声音咋样啊？声音啊？我今天刚穿着
西装一穿出来，我们家里的管家，你看，哟，好看，这个布妞妮，这个做的这个，这个衣服有点黄，有点黄啊，适合共产党中南坑人穿的，比较黄，比较黄，比较黄。北京姑娘啊、聊天室啊，北京姑娘聊天室，我是昨天早上啊，北京姑娘聊天室啊，我是这个，我要去这个医院的时候啊，打开手机啊，马上蹦出来了这个北京姑娘，因为我是你频道的订阅者，啊，我上去一看正在聊着呢，马上要结束，154个人啊，我一看这个，马上上去赶快祝福几句吧，哎呀，一祝福，哎。啊，我可给承诺了，过两天我要上这个北京姑娘节目，我得挺北京姑娘啊，我得挺啊，必须得挺。北京姑娘节目做得特别好啊，啊，青云小百合是汉字纳豆就行啊，好，纳豆 ，Japanese how to see this the 纳豆纳豆 ，yeah same one right same thing 纳豆，这意思纳豆。8088比我黄，哇塞。战友，还有木兰传奇七哥好，哎呀，木兰传奇给七哥写了那么多情书啊，那么多情视频，你就推出去吧，你别老给我了，大家都一起享受享受吧，是吧？跟人家豆豆似的，豆豆在大陆没有条件，是吧？啊，后辈小哥以精神上给领走了，精神上领走了。啊，哎呀，这青云小百合还会写日文、啊，哎，北京公交聊天室啊，我可以给你联系啊。这个回头我让路德，我们要给你连线啊，我要给你连线。这日本人吃饭搞装修，你看看这玩意儿整的搞装修。亲爱的，大家你们看看啊，这个是我们日本厨师做的猪肉，你们看看做啥样？啊，发颤，五花肉。Where from the beef? This is a pork. Pork. 哦，那。嗯，锅叔都不爆沙，不是刚才我没看见，我抱歉，我不是不爆沙发，我不看没看见。我现在给你倒回去啊，现在倒不回去了，倒不回去了。倒不回去了，抱歉，刚才一开始大家知道，因为我这个屋里的信号呢，我们是不让有 WiFi 的，安保团队不让有 WiFi， 所以手机就看不了。我呢现在呢直播用的也不是那个直播的盒子，用的是那个家里边的一个 G 的这个数据啊光纤，家里不让我用 WiFi 了啊，当地政府不让我用 WiFi 了，不允许我用 WiFi， 你咋弄？你说咋弄了呀？锅子筷子用的手型不对，哇塞，这手筷子的我用的也不对了，是吗？文贵多吃纳豆，好，纳豆纳豆纳豆。我原来我不吃纳豆，我从那第一次去日本去。吃纳豆的时候，哇，这个黏黏的我受不了啊！哎呀，但是呢，特别健康，后来爱上了。太黑了，战友说，脸部光线暗淡。咱在黑暗中吗？
耶、yeah, 断了、啊、刚才是不是断了，公媒体断了，这个电脑还是这里断了，嗯，还这里断了、嗯、太黑了，两天黑了，你往下降，往下降，你把上面灯关了，上面灯有问题，上面，谢谢。哎呦，吃光了啊！嗯，危险啊！文贵，你们家猪肉贵吗？川普今天说香港了，他不仅会说香港吧？我还没看啊，川普一定会在台湾上有动作的。这定好了呀，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首先告诉他，告诉川普总统建议啊，在台湾和香港、南海、西藏、新疆的问题上，美国寸步不让啊。川普总统，我可以给你干工作，但这问题寸步不能让啊。在宗教人权上跟中共远远高于啊中美贸易，大家没想到吧？然后呢，建议说联合国，美国不但不要不退群，联合国是美国领导的联合国，不能让中共弄走啊。派廷哲 Passenger 很明确，中共想都想不到花了多少钱，几百亿几千亿，在联合国部队局毁了吧。2012 2013 2014 2015 2016，大家想想中共是怎么来强奸联合国的呀，怎么耍牛叉的呀。李克强来联合国的时候，旁边的华尔道夫酒店是谁的？吴晓辉的。怎么样？吴晓辉在哪儿？现在华尔道夫是谁的？啊，哇，这猪肉你看看，水晶晶的，这光不好，你们这看不清楚。嗯，你好 ，Give one new chopstick. Give me one more new chopstick. Thank you. 哎呀，这个日本豆腐，嗯 ，Take one this one. Yeah. Thank you. 嗯。真好吃、啊、嗯，哎呀呢 ，so good， 一级棒，一级棒，亲爱战友们，在联合国。今天这个事情大家往回看，大家往回看这个联合国啊，这个日本米饭真好吃，日本米啊真好，
然后再配点这个猪肉，哇，配点这个紫菜，鲜紫菜啊，鲜紫菜，真好吃。我昨天晚上告诉他，医生让我吃淡点儿，我说吃淡点儿，还订了好几条鱼，啊，我说别吃那么多，俩菜，两个小菜，结果太淡了啊，就一个猪肉。日本人买菜，一定去买那个最新鲜的，他吃根汁底儿的。日本厨师来了，把我们中厨师所有的什么老干妈呀，什么这酱那酱啊，通通给扔了，说这些都不能吃，啊，郭先生绝对不能吃。全所有国内的这些食品啊，这些什么咸菜啊，全都有添加剂。哎，这个紫菜加这个猪肉啊，五花猪肉，早上吃米饭，我这不是早上了，我这是中午了，文东啊，我这叫做 brunch， 早午饭啊，所以说不叫午饭啊，早午饭。哎，你可以稍往上抬一抬来，往上抬一抬，对，哇，就往我这近一点，离我近一点，对了，可能是，你说这外面那么亮天的光咋不够呢？这个聚焦度是可以的哈。喜马拉雅，馋死我了啊！太开心了，午夜看饿了，为了七哥在喜马拉雅的炸油条，哈哈哈。这个说实在的，这个咱们战友啊，这个太多伟大的战友，哎，往上一点点，因为把头给这个。最近直播老战友说，能不能别老切头啊？很多人跟我说啊，很恼火，干嘛把七个头都给弄上？看得我都要砸，馋得我要砸锅了。你馋是吗？那就灭共吧。不是，你知道我很少吃猪肉的啊。最近大家你们老发猪肉照片，挂在脖子上，挂在手脖子上，弄得我也想吃猪肉。告诉我们日本猪肉，我要吃日本猪肉，我就喜欢日本做的这个猪肉。看这个，啊，看这个啊，大家看到这个，就这个要发抖啊，必须发抖啊。哇，啊，得发抖哈，啊。哎，你这有个，得让战友看到这个。这真的是手机上拍不出来，我看看啊，来给我手电筒，我要让你们看一看，这就是咱们中国老百姓啊，咱们吃的猪肉绝大多数都是有病的啊。大家，你们看一看这个上面这是什么样子的？看到了吗？大家要看到这个，啊，它得这个猪肉做出来，它得发颤，看到没有？五花肉得够五层啊，不能三层。那王岐山吃的都是五层了，那都是拿尺子给它量出来的啊。猪长多大，吃啥长大的？然后这王岐山最爱吃啊，红烧肉，
吃猪肉啊，红烧肉啊，他也是爱吃广东紫菜啊，烧红烧肉，他必须得是这个亮晶晶啊，得发灿，看到没有？他得抖，不抖不行，不抖不行啊，得抖。我这一不小心，这给你撞宣传了呀，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就米饭啊，一口肉，一口饭，一口紫菜，嗯，哎呀，吃饭能吃出高潮出来，吃饭能吃出高潮出来，所以说干什么？哎，你看，川普总统一辈子是啥？每天二十几瓶可乐，吃牛排，啊，汉堡包，不喝酒，二十几瓶可乐，老人家活多健康。你看跟朱南坑的所有人比，川普总统最大的资产，年轻、健康、有信仰、家庭美满、教子有方、教女有方。你看看川普总统，不就是认为想象最美好的生活吗？但是他没做梦，也没有什么上帝给他做梦，他也没给人民做梦，他就在那块老抡着棒子替美国人打架，讲了一句最关键的话：我们的国家是上帝让我们建的，我们为上帝建的，不是为政府建的，我们的政府啊是替人民服务的，替人民办事的。据说上星期我听说瞎蒙的啊，刚才吃猪肉吃多了，你当我吃猪肉综合症吧啊啊，所有的啊，我这说的刚刚想突然想到个律师事吧，我刚才我在直播间笑得我不行了，这个啊乱伦标的案子还有这谁的案子特别搞笑，所有人都上去说，所有人跟过去那个乱伦标高案子一样，下届梁抄一个卷，他们对法官说郭文贵精神有毛病，郭保证又在他的法官要开庭了，下月20号开庭，去申请说郭文贵精神有毛病，要去给郭文贵精神鉴定，说郭保证这个烂畜生啊，你连人皮都不配，郭保证啊，你个畜生啊，这个烂人，你会受到美国法律的严重惩罚。把法官的快笑得快不行了，现在法官被我们的案子各个案子都搞笑的说，全一生没见过的搞笑事全在我们这儿发生了啊！夏叶良的事情在美国法庭已经成了一个最重要的笑话笑版啊，笑版了已经啊。然后现在郭宝胜又来了啊，我要给大家说什么？川普总统这个人，你看到他在联合国演讲，一星期就是上星期。啊，他要亲自去，你现在这回见到中共的人了吗？大家想一想，2012到现在，中国老百姓为在联合国牛叉，啊，所谓的摆平美国，买下了华尔道夫。哎，我这块又断了啊，嗯，这个 iPad， 买下了华尔道夫，专为联合国开会。还在装新装修工程当中，哎，干回来了，明确的在里面加上一个叫做联合国中共领导人联合国大会套房和联合国大会层。美国几十年来上百年，美国到总统到纽约开会一定住华尔道夫酒店，那天起奥巴马宣布不来了，给撵出去了啊。然后竟然有人提议把联合国搬到中国去，搬到大连，就发文贵钱的那地方啊，搬到大连去啊。哎，那边没问题吧？ 是 iPad 的问题吗？啊，所以说亲爱的战友们，
现在你们觉得荒不荒唐，搞不搞笑啊，搞不搞笑，是不是还得吃块猪肉，我还得吃块猪肉啊，看看啊，我还得吃块猪肉啊，没办法了，现在咱也没钱了嘛，就只能吃猪肉了，是吧，还得吃特定的猪肉啊。嗯，很多战友啊，干嘛？好吃吃一块啊！嗯，嗯，我最讨厌是吃饭说话。我最讨厌吃饭说话，结果我这辈子干那些事儿，吃饭直播，呵呵，这郭文贵实在是太荒唐。结果莎莎在吐商见我说：“莎莎说，七哥就是愿意看你吃饭吃饭，大家看你吃饭，直播。然后呢，头两天一位战友，啊，这位战友在日本，跟我说，郭先生，能不能我在他俩。”麦哈顿有一个餐厅啊，超有名的餐厅，他说郭先生你能不能上我的餐厅去啊，我们全关掉，你在那吃饭直播。哎呀，我说你这怎么突然想起来，哎呀，他说都愿意看你吃饭，连日本人都爱看啊，他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这么做的，只有你这么做。哎，我说好啊，哪天我去，我真想让你去吃去了。后来我一想，这小子他这有鬼啊，他那想过来我给他做广告去呢啊。哎，我说你这个家伙算计得很好。这个说实话，他的经理，他的经理是一个中日混血，严格讲叫中台混血啊，人家台湾跟咱们大陆还不这回事啊，人家大陆的跟我们同种，但是人家跟咱真不一样啊，就像香港跟咱真不一样一样，真比咱高贵啊，是台湾台日混血。他给他们说，他说郭先生，我到这直播吃一顿饭，如果把咱后面 logo 给搁上，他咱们这生意得翻好几倍啊。他们去调查了一下补尿泥，补尿泥啊，这是虚款，今年大家看到了，我这是9个月以前选料子，大家都看到了啊，你看这9个月以前啊选的料子，这是去补尿泥，就因为我宣传补尿泥，中国客户增加了30倍啊，30倍啊啊。哎，你可以再往前点，来，再往前点，往上仰一仰，往前点，往上仰一仰，再往上仰一仰。对了，嗯，你整的我好像在黑暗中直播一样，今天整的。那等一会儿咱这样，把相机拉到阳台上看看啥感觉，好吧？等一下，等一会儿，对，你要整个线拉到外面长线，试试啊。啊，后来我说我不去，不让云台直播啊，呵呵，这直播吃饭。很多人一开始说就是文贵啊，不要只吃饭时候直播嘛啊。你们不知道，我当时有一次在吃饭直播的时候，啊，真的是我大爷，呵呵，我大爷啊，我叫他大爷的一个人，是在原来的山东省某地区的书记，啊，给我打电话，啊。孩子，能不能不在那个船上吃饭直播呀？啊，哪有这吃饭时候在这玩意儿？这是啥？太显摆了吧！啊，我说您这一打电话，更坚定了我吃饭要直播。我当年最爱吃德州扒鸡了啊！啊，我说现在馋德州扒鸡了。哼，为什么？共产党不喜欢的事儿，共产党不让干的事儿。在中国大陆生存的人认为这事是不好的事儿，你尽管去干去吧，一定是好事啊！只要大陆认为该干的事儿，你甭干，你甭干了啊！哎，完，这猪肉是吧？说这猪肉啊，就这亮晶晶的、水晶晶的猪肉，那有吗？没有，是吧？发抖的猪肉有吗？没有。
哎，这一碗猪肉吃完了，木耳，所以说台湾啊，我可以跟台湾的朋友、香港的朋友、西藏的朋友说，你们的好日子该你来了，几十年来受苦了，你们的被压迫的时代过去了。我们正在跟很多战友正在给美国国家安全写一份我们的建议书啊。这个建议书里面啊，我们就要包含一个情节，中国的猪肉安全啊，要说说猪肉的事儿。就中国共产党他吃不吃那个猪肉，他不吃为什么让老百姓吃啊？你看这肉到现在的，你看这水晶晶的啊，太好吃了。嗯，肉菜一通啊，你看看看啊，所有的饭一粒不留，吃光的不浪费。看到了大家，米饭干了，紫菜干了，冻豆腐汤干了，纳豆干了，猪肉还剩两条有余，这是我娘的规矩，我们家吃饭永远不准空碗啊，饺子得剩俩啊，桌上最好的菜得剩，得留根儿，给谁留的？给这里的神仙啊，给自己的未来，所以不能吃完，要不然我就吃光了。咖啡基本喝完啊，所以说战友们千万记住啊，我这是报平安直播，如果有西斯小哥的节目、庄烈红的节目、还有北京姑娘的节目、还有路德的节目啊、路江谈、路安谈，你们千万别看我听我这吃饭乱扯，就让战友们放心，我就是乱聊，你们一定看他们，那是正事儿，那是正事儿啊，那是正事儿。大家今天关注的推特啊，罗比奥啊，啊，是吧 ？Robert 啊，总统啊 ，McConnell 啊 ，Nancy Pelosi 啊，大家昨天我在群里发了信息，一个英文推，生气了 ，Miles， 你从来没有一次采访过我。你已经很多次采访班农了，很不开心，很不礼貌给我发的信息啊，最近大概这两三周吧，最起码有三十个最牛的人啊要求我采访的，到国媒体我都拒绝了，你看我从来不请他们一个人，为啥不呢？我采访他们有两个条件，第一条你要收钱，$1和$1,000都可以，按美国行规来收，我们不欠你的，不收钱不采访你。第二条，采访必须是直播，不能不让直播，对不起，不采访。
第三条，必须坚决反攻。啊，你想上国媒体，我们国媒体很烂，就是一拖拉机，狗屁不是。你上这干嘛啊？嗯，我告诉大家，未来你会看到谁上国媒体直播，谁替国媒体写文章。国媒体接下来啊，未来的三周和三个月是最重要的。国媒体将改变成啊三个板块 ，G News， 就像《纽约时报》一样，专门发文章的，找人写文章的 ；G Life 就是专门搞直播的，就像 YouTube 一样 ；G Post，G 推就是郭文啊，就是整个的啊自己推文的。这三个加一起叫做 G Media 啊，没有郭了，把 UO 拿掉，去郭化。这个郭我们也叫喜马拉雅之国，或 Go 走向喜马拉雅，或我们中国人的未来啊，反正去国化，必须去国化啊。那么咱这个从拖拉机现在要把它变成这个从手扶拖拉机变成自动拖拉机，升级后这些都会开始再邀请他们，但是前提条件啊必须这样。而且所有的国媒体以后啊，咱叫以后叫纪媒体啊，所有的写文章的人、专栏人都有打赏这功能。哎呦，啊，班农先生叫全面主负责 G News， 他一个人负责。他现在找了20个全是美国、欧洲的政治家和政治评论员专门写文章。啊，班农先生说，这个 G News 一定会超过 BlackBerry。布拉日本啊，巴莱巴特，我说你太开玩笑，小看我们了。我们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闻媒体啊！那个媒体的核心就是，你能看到关于中国的真相，你中国人能看到外国的真相啊！他全面主导，全面负责啊 ！G-Post 没有主角，任何人就现在大家用那个很烂很烂的啊，但是我相信两三周会好一些，就大家用的。然后 G Life 直播一定会超过 Twitter， 也没有这个主角。但是大家所有的广告费收入啊，在这几个板块上都有打赏的功能啊，而且国媒体将给大家一定的人啊给予奖励。我吃完饭不睡主，以前我就吃不下说不出话了啊。咱可以把线拉到窗台上去吗？可以。好，你再吃，你先吃，吃完你吃完再说，再拉外面试试啊。我们家人啊，吃完饭就漱口，不漱口这个就会受到严刺。嗯，农民嘛，还有点臭毛病。所以说，咱们的国媒体啊，很多人说为啥不让我直播，都要上啊。纽约的某前市长说 ：“Miles 啊，福克斯 CNN， 这是我的节目收视率最高啊，我要在你那儿直播搞专栏，你要采访我。”半年以前说的。我搭都没搭理他。头两天我们从华盛顿回来的时候，前面一架飞机，这一个我的飞机，后面一个飞机，前面是前市长叫朱莉安妮，后面是我，班农先生跟我坐我飞机上，他也回纽约，说我们同时起飞，咱唰一二，啊，我们后面一个小小的飞机也回纽约，很小的小飞机，也是纽约前市长，纽约两个市长。那个就是要直播的人，那这个人是啊很牛，过去亲共，现在坚决反共啊。朱莉安妮是一直受着国家最高级待遇啊，他等纽约停下来的时候，他也是在我前面，我是在后面，他到前面去，警车哗一排进去，都拿着那个冲锋枪、防弹枪、防弹衣，开着警车哗到了飞机下面接他。他坐的是湾流400啊，比较小啊。然后呢，他下来了，一个电瓶车，一个警车，一个防弹车。结果他下去，他开着那个电瓶车，领着警车出去了。门口还一堆警车等着他。
因为他在美国纽约受了最高级的待遇，保护待遇啊，他真的是纽约之王啊，布隆伯格啊，跟他是不是一个级别的，他是可了不得。那么后面这位市长下来了，很可怜，走到门口去了，门口一个车接走了啊。我们还不错，我们三台大车啊，当然了，我也给我个 VVIP 待遇吧啊，人家是 VVVIP 啊。啊，啥叫 VVV 啊？ VVV 的三数就是 V 到没有了， VVV VVV， 我们是比 VIP 厉害点， VV 啊，后面那个连 V 都没有了啊。所以说这就是美国，这就是纽约。你说你飞机上哪飞，几万个机场方便都不行，你在北京你有了个私人飞机啊，那你就是倒了大霉了，到处是敲你竹杠子，要提前一星期申请，那你要私人飞机干嘛？那你要飞起，那是入关海关查你刁难你，每次出中国的时候你都长出一口气，好像从地狱里飞出来一样，浑浑如此啊！所有买私人飞机的恼火至极，所有有了私人飞机的才知道中国和西方有啥差别。在美国任何几万个机场，任何地方，很多人家里都是私人机场啊。这位啊，我后面那个小飞机的前市长说我要接受你采访，头两天说 Miles 你为啥不采访我啊？为啥你采访拜登不采访我？我说我真是不好意思，你告诉我们中国人，你替中国人做了什么了？我让你采访你就当前市长，那这美国纽约有多少人啊？大家知道此时此刻纽约什么情况吗？全人类上最牛的所谓国家领导人不都在联合国大会的吗？都在这儿，一年两次，所有人最想吃的餐厅就我屁股底下这个叫切比亚尼，每天三个到五个总统到这吃饭。据听说中国领导人两次要包场，人全让人拒绝。在头几年，切比亚尼，这个切比亚尼的设计师也是我的好哥们儿，如果他要活着，他一定是灭共的啊，叫邓永锵啊 ，Sir David Tan， 中国会的创始人，上海滩创始人。他是设计师，我哥们儿，就是楼下这个，我没买这房子以前，十几年前是他设计。你看文贵跟这个西方的这个人脉姻缘有多深？中国领导人来要报上拒绝，但每次联合国开大会五次，最起码五个总统一天，啊，五个国家元首啊，或者总理级的，川普总统的家人每周来两次到这吃饭，就在每周最起码两次。啊，这最热点吗？我们家这个街旁边800号、825号，就是温迪邓同志住的那个楼，最起码几个国家元首也一定到这儿来，所以这个就是最紧的这几天。还有一个纽约时尚周，纽约时尚周，时尚周，全世界的明星啊、名人都在纽约的吧，都在这儿的吧，对吧？都在这儿呢。啊，什么人没有？哪个人不想这到这个楼上蹭一蹭，想跟我见见面，有意义吗？我们跟把全世界的明星、歌手坐在这儿，能代表啥？共产党能灭了吗？不能，成了耍猴子了吗？那不是，一个都不见，啊！意大利的领导人、德国领导人、英国领导人，哪个不想？对了，大家知道 Paulson 出啥事了吧？我在他没当上总理前，我说他会当总理，当上总理我说短则三个月，多了8个月，最多玩英女王这招，法官给踢回来了，撒谎，完了吧，英国可能大选啊，英国脱欧叫遥遥无期啊。你只要不就是反共，我给 Paulson 发信息，你不反共了你就会倒霉了啊，这是天理。咋样，大家都看到了结果了吧？啊，不反共，你别反呢、啊，我们谁都不求，啊，反共不是我们的生意，反共是一个天理，啊，就这么简单，你不反、啊，嗯，哎，咱停一下，战友们啊，5分钟我漱漱口，我把他拉到外面去试试啊，来吧，按一下停一下，还回来啊，5分钟啊。
啊！往后走走啊！文明锅啊，臭豆腐站友啊，文雀，秘密啊，战友锅啊，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怎么样呢？战友啊，应该现在还不错啊。刚才另外一个朋友来送东西，看我这衣服，哇，说你这个衣服太好了，这个质感是太好了啊。咱们过去就叫啊嘎巴丁啊，但是呢，这个料子呢，就是我喜欢呢，掺20%的cashmere，然后再加上这个做啊，所以做这个料子呢很挺，很舒服啊，很棒，这个很黄啊，相当的黄啊，这个亲爱的战友们。这个我今天给直播呢，还有一个跟大家聊天，另外一个就是战友们给我这么多关心啊，表示感谢啊，大家不用担心。另外一个我要给大家说呢，就是今天联合国的事情可不是小事啊，我就不多说了，有陆江潭、陆安潭、西斯小哥，是吧？卡利西、大卫小哥、战鹰团，是吧？还有我们北京姑娘战友之声，啊 ，VOG， 你们就解释去吧，大家看吧。刚刚我过去回个信息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刚才啊，这位朋友给我发信息，我正在等待着他们在决定的一件事儿，啊，他刚才回复说，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这个 ，all the playing out as we set。啊，这个 all the playing as we set， 一切按照我们说的在发展。啊，对香港的支持一秒钟都不能停。啊，但是眼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香港人是有使命的。啊，香港真的在改变了这个世界。啊，我们对香港的支持一秒钟都不能停。不能停啊，不是在这块儿说光喊口号没用的，如果你其他的做不到，你要传播香港的危机真相啊。我做的非常简单，就是让西方政府完全让他们清楚，香港如果你挡不住共匪的这个魔鬼，下一个就是你，下一个马上就到你家来。所以香港前线的战友发来的各种信息务必准确，啊！你一旦把我信息给毁了，就完蛋了，啊！就这，我交上去的所有信息，我在下面的注明，信息来源属于谁谁谁给的，啊！我不保证这个信息是真的，啊！郭文贵不保证，啊！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有的是网上查的，有的是战友给的，有的是我们自己算的，不保证真实，更不保证准确。啊，一切以政府部门核实为准。啊，像这两天香港的股市的变化，股市和期货指数的变化，和它的真正形成的交易，啊，我们的老江同志，但凡和几年前对比一下，大家去对比，像当年成交的单数和成交额，和它的指数的变化一样不一样？大家一看，完全不一样。你可以控制数据，你可以宕机，但是你想把真相彻底的篡改成假的还让人家信，谁都不可能，没人做得到，这就是天理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香港现在被供出来在831死了16个人，大家看一看啊，9月1号、9月2号、9月3号、9月4号，我告诉大家，我死人了。
很多人被拉到了香港几个地方，现在说新屋岭是一个地方，还有另外两个地方，大家现在没人报出来，啊，一个在大屿山，啊，一个在赤柱，都是走水道的。现在已经是证明死了16个人。我可以告诉大家，死的人一定超过50个。还说不叫戒严吗？还说不叫戒严吗？在历史当中死16人好像不是大事儿，但是对每个人来讲那就是100%，对待他们的家人来讲那就是100%，对不对，战友们？还用说吗？这个，所以说亲爱的战友们，上天在看着呢。想想6月9号啊，到8月31日，9月1号到今天，还有多少人幻想，多少人天真？你给香港的假警察，他是假警察，他已经是不合法执法了。黑警察和不按法执法的警察，你讲法律，你能讲得过去吗？你有活的机会吗？公权力执法当中和妨碍执法罪里面，啊，妨碍公务罪里面有个最明显的界限，你得代表合法的代表这个公权力，被执法人反对你的时候，或者是过度了，叫妨碍，执行公务，但是你执行的是合法执行公务，当你执行公务不合法的时候，你就是犯罪分子，别人是正当防卫，正当防卫没有什么过度防卫，因为你已经威胁了别人的生命了。现在一帮假警察、黑警察，完全不合法的执法，还要叫香港的人民遵法守法，即使在对方过度执法，天下岂有此理啊！啊，昨天晚上我跟这个香港的几个朋友在那个视频，他们让我看到身上被打的，放了一个被打的，大家你没法看。啊！我一说，大家就说又去哭去了，哭有用吗？啊，没用啊，战友们。面对着这个魔鬼，想想，2012到2019年，美国的联合国都被谁快占领了？都会被共产党全占领了。大家要查一查，2012年到2016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中国的300个 NGO。叫国际社会服务组织、慈善组织或国际啊公益组织，基本上95%全部被撵出中国去。他们为什么要撵出这 NGO 去？很简单，不想让你看到内部的真相，所有的理由侵犯我国家安全。啊，到了2017年的时候，啊。特别是以国际刑警组织为首的 NGO 被孟宏伟拿下，中国的什么在联合国的什么国际卫生组织啊、人权组织啊、国际什么这个情报反恐信息合作组织全被中共拿下，在中国的300家 NGO 一家没有，零，全给撵出去。他们想干什么？共产党修改宪法那么简单吗？他为什么在最后的几周要强行通过宪法，端着枪走着步，梆梆梆梆梆梆啊，扭着腚咔咔的进去了，就差没掉雪茄了，就差掏枪了，就把这帮所谓的人大代表啊，人大代表就通过了。他要提前干很多坏事，他要替干坏事做很多准备。这个偷钱包是之前偷钱包，首先他转移你的注意力，他那把手掏进去，这叫什么？这叫天窗，这叫平台，后面屁股叫白给，里边的包叫护心，啊，要偷你天窗的时候，他得这样啊，得这样弄啊，是不是？要偷你护心的时候怎么办？他得挡住你转移视线，啪进去了。要偷你白给的时候，得碰一下你屁股往这一弄，兜儿再给你掏走了，还得有二传手。后
后面就把钱包接走，然后拿着钱包到厕所里去啊，到厕所里去，赶快数，把钱包扔了，有钱拿走。共产党就干这个的，就那么小偷啊，先把 NGO 弄走，攒一时间，哎，你看那儿，然后你这边啪偷钱包了，啊，哎，你看那儿，那钱给递走了，是吧？老百姓看得太严，叫媒体人、知识分子，觉得你这王八蛋干坏事儿，护着胸，一护胸，人啪打你脑勺子，哎，你这一反，钱包又偷走了，干走 NGO。进入联合国，让所有人不再发声，然后拍了电影叫《战狼》，战狼最有名一句话啊，犯我者虽远必诛。大家你看国内的还有什么什么我的兵团什么兄弟啊，所有的电视剧电影，包括当时的大清帝国第二集，推崇商鞅育民之术。第二，当时所有电视剧里面就一个犯我者虽远必诛，就你跑哪我得抓回来你。然后进入联合国刑警组织，进入联合国的国家组织啊，大家往回看，花了多少钱，玩了多少猫腻，今天都发现了吗？这帮孙子早就设计好的，他盗取国家财富，盗取14亿人民，强奸14亿人民，让你吃草，连猪肉都不让你吃，那他是一整套的计划啊，他是个作案团伙啊，他是有想法的。所以说亲爱的战友们，你们想过没有，如果两年前郭文贵跟你讲联合国今天在开会的时候不会再有中共在这样了，你信吗？我要告诉你们，2019年中国人吃猪肉吃不起的时候，你信吗？我要告诉你们吃猪肉要48块钱68块钱一斤的时候，你信吗？我要告诉你们中国人粮食出问题，你信吗？我要告诉你当时啊，这个2015那个习近平的阅兵，所有跟他阅兵的人，现在大多数人90人进了监狱。60年大庆，胡锦涛阅兵，你看看郭伯雄、许才厚、房峰辉、薄熙来、周永康，哪个不被你进监狱了？大家你们会信吗？我要告诉你们，2016年、17年、18年说。吴晓辉、王健林、徐家印、马云、马化腾啊、柳传志啊，现在所谓的中国还有董文标，现在定位是4000家企业啊，先收4000家，然后再一个是50000家啊，这4000家刚刚开始啊，4000家嘛，在下月以前4000家啊，在今年年底前是50000家企业。啊，什么重庆摩托车，什么重庆嘉陵，这原来叫什么搞摩托车的，啊，还有各个金融机构、保险，通通。战友，你们信吗？你们不信。就在过去的48小时，发出的那个文件，派出代表去，啊，就我说那个香港的哥们儿在河北搞合资企业那个啊，过去连在香港连女人用的卫生巾都让在香港带的人，现在代表党。代表政府啊，叫驻企业国家代表，国家代表，你爱的就这国，这个国的卫生巾都得从外国进口。你们信吗，战友们？我原来说实话你们觉得我是神经病啊，现在信了吗？就像美国人一样，我说美国人，我要告诉你们，香港原来发生这事儿，他可以用黑社会对付香港老百姓，用假警察对付香港老百姓，他敢这个让电脑宕机，他敢印假美钞，他要派驻兵，他要搞联盟，他要挑战美元地位，你信吗？你不信。信不信都发生了，哼，是不是？还是那句话，身陷阳谷，现大钱。咱们走着看，啊，马上就兑现给你看，正式给你看。所以说，亲爱的战友们，共产党这个要灭呀，光靠咱们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是天意，还有共产党他自己的愚蠢。我最开始上推的时候，大家记住我说的什么话？
我说共产党的行动啊，就是我们的战略主动，共产党的恐惧啊，就是我们揭发他灭了他的政府，他的愚蠢啊和他的狂妄啊，就是我们干掉他最好的工具。现在都证明了吧，现在大家很多人外国人都在研究我的锅气条怎么回事啊，锅气条是怎么回事，现在用一个个事实来告诉大家，我们做的正确，不是聪明，实在是太聪明啊，是受上天之召，蒙恩上天旨意啊。徐晓东啊，国内有位徐晓东大哥啊，大哥呀，这太厉害了，这人这是徐晓东啊，这现在在国内是很多孩子的偶像啊，是一些父亲的偶像，很多孩子问父亲，你能像徐晓东这样的做人吗？啊，你有徐晓东这样就厉害了，啊，你不能，那这盗过贼的孩子们都想认徐晓东当爹吧？那是不可能的，是吧？徐晓东也不能当盗过贼的人的爹呀。你像那董卿，他不可能让他去当爹去，对吧？那不可能，啊，徐晓东同志还是我们的草根嘛，啊，很可怜，很可怜，啊，但愿他平安吧，不要跟春永元似的又被消失了，对吧？徐晓东确实。这哥们是个人才啊！当他拳打到那个假太极脸上的时候，你就告诉共产党就是那玩意儿。在被打之前还在嘚瑟呢啊，还在装呢啊，装上呢是吧？嘣一拳啊，完了！我觉得我看打仗这事最喜欢看的就仨人啊，泰森的我看过无数遍，我一看泰森打拳，一个右勾拳咚打到心脏上，嘣倒下。哇，厉害厉害啊！这个当时我在对面住的时候，说啊，泰森跟我住在一起啊，人这个很简单的人啊，就在对面。1989年的时候啊，不是1999年的时候啊，就住在一起。霍布斯福尔德这也是朋友啊，也很天真那个人啊，但人把打拳就弄那么简单，中国把打拳非要弄成爱党爱国，打赢了是党的功劳，打输了啊那是你的事儿。我爱看他泰森。第二个泰国啊，这个博球，哇，厉害厉害厉害。然后中国最牛的了，没讲的了，就是徐晓东啊。我给外国人每次看徐晓东，我这是外国人看的，你看啊，这是真实的中国人，叫徐晓东先生，非常帅，非常真实，绝对是有修养的啊，有文化的人啊，不是像国内有一些所谓有教育没文化的人，我说人家是有文化，跟我一样没教育啊，但是真实的人啊，就打这个共产党的这所谓的太极啊，共产党就是太极假武术，我说徐晓东就是我们真正的中国草根，外国人一看他笑得不行啊，都笑得不行。徐晓东先生到外国来会非常非常的火啊，非常的火。我说共产党就是被打倒那个人，就是假啊，就是吹。最后是徐晓东先生说特别好，最后大家骗子连自己都信了，现在是共产党你为啥搞欺诈，你连自己都相信了，这个世界上没人敢惹我，老子想干啥干啥，啊，美帝国主义我想灭就灭了，啊，我这马上就把你美元灭了，啊，我现在有60个国家跟我站在一起，你能咋的我？就跟那个叫太极那什么哥们儿被徐晓东先生给刀刀给打到地上一样，在这之前还以为自己很厉害呢，徐晓东先生我看是给他留面子，不留面子我估计像泰森一样一拳就掏那儿了。我每次看徐晓东先生的这个比赛啊，我都有一个冲动，我特想这个跟这些亲民贼们还盗国贼们，怎么能按照美国的法律啊，到美滩呐或者黄石公园啊，找个山上啊，咱搭个大台子，郭文贵一个人在规则范围内挑战你们所有人，是吧？3局2胜啊，或者 KO 来打嘛，那多牛啊，打死活该。我就特想有那个冲动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团结一些战友去打去，对吧？啊，像什么，这个我们现在的陆德先生，你看那个他是真壮啊，陆德先生，陆德生活中的陆德先生真是太棒了啊！这个陆德的下半身绝对是个完美的男人的，他穿裤子穿特别好看，
路德先生鞋穿的特别好，我很少看到中国男人那么会穿鞋，那么穿裤子的，啊，然后呢，裤子特别好看，因为他屁股小，他腰细，啊，他是练身子的，他上半身是壮，不是胖，啊，但是呢，他非常不会的就是穿衬衣，就中国男人不会穿衬衣，不会打领带的，永远穿带颜色衬衣和花领带，花领带和带颜色衬衣简直是对中国人太不适合了。我现在看我估计那花领带我都受不了了，因为我们那不是我们的文化。但是路德先生老是穿错嘛，是吧？所以他上半身最糟糕的，全穿花衬衣、花领带，啊，然后呢显得不高雅，所以说显得自己胖而不是壮，吃亏了。像路德先生跟我一起我们挑战，徐晓东先生也到了外国来，我们也请他帮助我们挑战盗国贼，还有欺民贼。你说那个是不是要是多爽啊？K.O. 啊，上去就 K.O. 这套蹦蹦蹦，咱不吱声啊，要蹦差不多了，啪一拳，啪一拳，直接过去了是吧？那多感觉！现在就是冲动啊，在法律规则范围内啊，是和平教练。你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们看到天安门那个走来走去的啊，不两天的唰唰唰唰的，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一个孩子。他爹是局级干部，就甭说是中央政治局了，老百姓去问问，在长安街上是唰唰唰甩步的闺女，能有局级干部吗？能有局级家的孩子吗？所有那些女的都将被领导的警卫和领导孩子选完，或领导选成小三，你去看去吧，所有的女人都是最后都要走那个路去啊，马上就被选美了。现在都预定好了，我估计都已经是，都特别是王岐山的手呢，都得检查完是吧？哒哒哒哒哒都弄完，中单科都得选完，啊，这个咱们的那个谁呀、啊，那个共匪某个副参谋长，把当年阅兵最美的一个美女天军人给选走了，当他儿媳妇。后来，这个儿媳妇给儿子说：“我最早睡的不是你，是你爹。”啊，这个人很牛啊，当时很牛，现在被抓了啊，很牛啊，傻眼了，最漂亮的女的啊，最漂亮的女的啊，这个经常去我们吃饭，告诉他儿子以后，他儿子做了一个决定啊，给老爹要钱移民，现在这儿子就离我们远的，在纽泽西住、啊、这就是共产党的套路。我说美女被选走了，帅哥谁选呢？领导夫人选当保镖，选当警卫，给自己选女婿，啊，选走了。天安门之后，所有人在前面走过的，最好的由中南坑论级别、论年龄、论待遇、论看谁不要脸选，男女选，选完以后发到下面去，下边各县各团级干部、连级干部选。然后回去就啪啪啪造孩子去了，啊，也不一定造孩子，造欢乐嘛，啊，是吧？奔叫小康去了，啊，都就直接上炕了，都是这结局吧。在最后没被选上的流落街头，就像我们的老兵一样没饭吃的，最后维稳送新疆送西藏。大家你看到那天，不管蓝天白云是多少代价买来的，不管天上的飞机怎么飞过来的，我告诉你们，你们就问问你自己，任何一个这些人，他幸福吗？他有自由吗？他有尊严吗？他忠于他的家庭吗？他有信仰吗？他会有一个很美好的结局吗？谁会进监狱啊？谁会被人家睡？谁会被人家包？你问完这话题，你就哈哈哈大笑了。你如果想不明白，看五年前的阅兵，看十年前的阅兵，啊，再看看历史上什么人最爱阅兵，啥都解了，啊，一场荒唐的、表面上极为无知可怜的盛宴，啊，所以说，你看美国在干啥呢？啊，千家万户谁？到这个大街上来的这个总理、总统，谁屌你呀、啊？你爱谁理你呀、啊？没人搭理你。这里的老百姓，老子最重要，
你不能影响我太多生活，影响我还不高兴，对吧？你看看，全世界最精英全在这儿呢，最漂亮的美女帅哥都在这儿呢，最有权力的男人女都在这儿呢，纽约照样。有人敢说不让我出去吗？有人敢说不让我用天然气吗？有人敢说收我们家抽屉吗？有人敢说不让我站在我们家露台上吗？敢吗？有人敢吗？你看看咱天安门，啊，什么情况？啊，就差了不让你尿尿了啊！一百万，是吧？就差了不让你尿尿了，不让你拉屎吧啊！所以说，管天管地管生殖器啊，这现在连拉屎尿尿都要管。所以说，这个大家看到，这就是作死嘛啊！这种力量是任何人做不到的，只有靠郭西条的内部的力量做到了啊！亲爱的战友们，不用我就走了，我现在马上，你们都知道啊，这星期那么大事儿，马上今天下午一系列的事情会发生。啊，我要马上去开会，啊，我就不在这儿显摆了。战友们，很多战友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我这没办法用语言说。啊，很多战友说，文贵很抱歉给你发的信息不打扰你。太多太多战友就这么知情达理有修养，啊，当然有的战友是真的是不行，这个他给我发信息我回一个，我发一个回一个，他有的人一次能给我发一百多条信息，所以我没办法，我是再不理。不能给你回了，我也不再看你了，啊，什么家里边猫有事儿了，什么在过去的父亲怎么有事儿了，什么自己的企业是没有事儿了，都问我，对不起战友们，当你说的跟主题没关系的时候，当你把我当成了知心大哥的时候，我就不能再给你回复了，啊，当你问的问题都是你个人事儿的时候，我给你三次，我如果你还在问，我就不再看你的信息了，因为我没办法，我不属于我，我属于这个爆料革命，啊。当你问的什么怎么赚钱呢？怎么出国呀？啊，然后怎么谈恋爱呀？啊，这事我看你一次、两次、第三次我就不再看你了，啊，所以说再个问候我的，如果你都是问候我的太多了，我也不再看你了，我不重要，啊，灭共最重要，战友们，啊，我给前两天我拉黑了一个战友，香港的战友啊，我说你只有懂得尊重别人。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我说你给我发的信息我没有不看的，因为你真心的是支持香港，但是我不属于我的，我也不属于你的，啊，你不能这样的时候占有我这么多时间，因为我得为香港人干事儿，我不能老在这儿跟你在这块儿哭啊，理解你的情绪啊，我那就共产党太高兴了啊。另外一个德国的朋友，虽然几年来一直很支持啊，也很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最近呢就是失控。一会儿骂黄之锋呢，一会儿骂人家这个那，谁都骂，我只能把你拉黑了，因为只要是支持香港的，只要是反对共产党，都是朋友，谁也不能骂，所以我只能把你拉黑了。没办法，亲爱的战友们，我们在特殊时刻，我们虽然做不到狠到无情，忍到可耻啊无耻，做不到这个，但是我们也该狠也得狠，没办法。啊，就像这个我的家人现在在欧洲的啊，这个跟我说好久没几年没见了，我要去见你啊，我对不起你不要来见我，我没时间见你，见了激动两小时一天能怎么着，我没时间啊。另外一个我的过去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啊，专门说文贵啊，我到纽约去，我要到你那看你两三天啊，刚刚结婚有了孩子，还来看看孩子。我说非常抱歉，我很想见你，我也很想见孩子，但是很抱歉我没时间，你不要来。啊，我的时间只有一件事，把我所有的想法变成为行动，把我的行动变成结果。第一条香港，第二条台湾、新疆、西藏。啊，另外一个法治基金，啊，很多事情。都是现在超常规的进行，我们法治基金必须在关键的时候啊要起到关键的作用。我现在有很多话不能说，今天下午和今天晚上啊，某国总统就在这儿就见面
就是要谈啊，给咱们战友们未来看如何争取护照的问题啊。我给他们称叫黄金护照啊，黄金护照。很多国家现在对我们这个想法现在越来越积极，主动找我。我只有把我的想法变成行动，从行动变成结果，变成事实，这是我要做的。我真没多时间谈情感呐、啊，谈感受啊，啊，谈感激啊，啊，没有，啊，绝对没有。我要那样做了，我就不叫郭文贵，你们也就看错人了。文贵别无所求，只有一样：共产党灭亡。亲爱的战友们，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现在一起为14亿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新疆、西藏、台湾、香港人民祈福。Bye-bye.